反弹转四吧，对。我好像三个都出在那边呀、啊，那我把闯到四不无敌了。老鼠被救下，这个再绑下去，你看一重启就舒服多了，你知道吧？感觉都流畅很多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？敌方已搬起奶酪，就重启之后流畅了很多，这个游戏都。看到那个影子，敌方老鼠被救下。哎，敌方已运走一个奶酪。怎么又是个机械鼠呀、啊？伤害好高，有瓶隐身，为什么？已搬起奶酪。为什么这个剑客还有一瓶隐身呀？我道具没清完，我药水应该清完了呀。敌方已搬起奶酪。哎，不是吧？我的天，这个地雷能飞这么高？敌方已搬起奶酪。人都傻了。都被他打到了，哎，被打到这个减速减的太多了，跳不起来，绑下面吧。那波没扔上去有点亏，说实话。敌方已运走两个奶酪。敌方已搬起奶酪。敌方老鼠被救下，是敌人。敌方已运走三个奶酪。哎，这都没躲掉。为什么那么多钱？因为，哎呦，嗯，我看到脚印下去了。敌方老鼠被救下，这个小跳没跳起来。敌方老鼠被救下。敌方老鼠被救下。我的天呀，这个伤害。敌方已搬起奶酪。这牌子拿不起来了，冰桶还挺多啊。
两个房间，两个冰桶。哎，敌方老鼠被放飞。 流畅多了呀，得重启，不重启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他们可能觉得那个这个图那个牛仔的阴间打法也很牛逼的，也很难打。